线，好转过来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说错了，没有败部复活，刚刚我们是一路打进决赛。好，教练帮我瞧一下位置，每一个小朋友都帮我拿一下旗子。好，我觉得我们有点歪歪的，好，有点歪歪的，让我后退一点点。好，好，我们先看一张哦，一二三。好，小朋友要借我你们的手，我们一样邀请到大会的裁判长陈建志陈老师为我们颁奖。来，邀请陈老师。来，小朋友，李真、经理。好，我们有请我们的裁判长为所有的小选手颁发晋级证书。好了，那就是的小朋友自帮我面朝前方哦。好，邀请我们的裁判长还有我们的教练团一起合照一张。来，小朋友，一二三，小星星。好的，一样，现在台下辛苦的家长们妈妈们，你们是今天的最后一队最后一场，请一起上台跟小朋友分享这个荣耀。小朋友都上去了，一起一起，该人上去啊，三点 TFA 的所有团队们，我们所有团队的成员，快点让大家看看上去啊，上去好不好，来，上去上去， Summer 快点来，都来都来。好，我决定要借教练麦克风了，来呼喊一下。好，都来都来，快点 TFA 的家庭，快点，大家今天辛苦了。好，都上来了吗？这样我们镜头进得去吗？请问 OK 齁。哎，好，还有一位，来自己找。哎，还有一个妹妹，来，妹妹，哦，害羞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之后 TFA 的小朋友帮我大声的说母亲节快乐，妈妈我爱你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耶！耶！恭喜你们，来，赶快回头给你们爸爸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爸爸妈妈非常辛苦哦。恭喜 TFA 游玩厨师，恭喜所有晋级的球队，我们7月13、14号台北田径场总决赛再见。好，大会在这边提醒一下，目前还在场的所有的球队，麻烦离开的时候帮我顺手将你们帐篷内的垃圾帮我丢到垃圾桶里面，谢谢。大会这边有捡到遗失物，如果有人遗失手机、毛巾、水壶、停车扣。